拍照片看上去很简单，但是其实并不容易，因为你想把一个产品拍好，把一个人拍好，其实是要花很多的心血。那我相信你的一张照片，在他10年以后、20年以后、30年以后，他依然会觉得啊，这是我最好的一张照片。所以我的最初的创业的初衷就是，我要给我的客户带来创造最好的一个影像，能够为他的企业或者为他自己都能够留下一个最精彩的瞬间。所以 FAYA 的定位呢，恰恰正好就是面向于企业提供各种视觉的解决方案。我们从上海比较大的一家器材供应商，然后慢慢发展到一个比较全的高质量的一个摄影服务供应商。FAYA 在最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呢，其实也遇到很多的问题。最大的问题是在于，你是坚持大规模扩张呢，还是提供一个高品质的服务？因为艺术是和规模一定是有矛盾的。我们在这些年来遇到太多太多的诱惑，当然也有挑战，可是我们最终所有的团队一直非常坚定认为，我们要坚持一个高品质的这样一条初衷。从2013年到2014年开始，我们也有一些小小的转型，我们增加了一些招兵买马，建立了一个微电影设置公司。同时呢，我们现在也在发足我们的周边的资源，在做一些海外市场的拓展跟尝试。我们也和一些国际上的一些优秀的 studio 做一些初步的尝试，同时我们也会把一些新的高科技的技术都能够渗透到我们的产品来，这样可以给我们现有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更现代化的产品。我相信在未来，这个市场一定是越来越专业，而且越来越高品质。我也相信我们有更好的未来。